在宝山水库旁的沙狐狸艺术村，拥有湖光山色的美景，坐在湖畔的室外区喝咖啡，享受悠闲气氛，真是人生一大乐事。室内的主要建筑由多年历史红砖老屋改建而成，提供饮料、餐点与下午茶。另外，不定期与艺术家合作，举办小型个展与文创活动，有着浓浓的艺术气息。园区另有亲子馆，让带着孩子的家庭可以一起同乐。吃饱后，别忘了沿着园区的步道走走，亲近这片美好景色。园区有入园人数管制哦，造访前请先记得预约，以免败兴而返。想要亲近大自然，又想要增添一些艺文气息，那就来沙狐狸艺术村吧。